大家好，现在我们来讲解预迷你增高脚架安装拆卸视频。首先，脚架分为 L 和 R，L 是左边。我们先安装前脚，按紧，然后后安装的话是从电机这边这样子顺过来，拆卸方法也一样，往后搬。安装的话，从电机这上面斜着这样过来。二，右边，前方安紧，然后从电机这里过来安装。拆卸也是这样，先拆卸后边，拆卸的话这样拿下来安装，前方安紧，从电机这里斜过来，好，安装完毕。谢谢。